过河，你看他们在过河，这是和尚蟹，和尚蟹要过河了，有没有？为什么不走里面，要走水啊？我不知道。因为招潮蟹是一个像螃蟹的一样。来，它本来就是螃，它本来就是螃蟹啊。对啊，那是和尚蟹，它本来就在水里。抓之前可抓，给你抓一下。用爪在。高度不好抓，也不能抓。哎，别啦！不爬到上面去，我爬到沙子。被人叫应该会惊。